山寨，你的 iPhone 121000块钱肯定是山寨的。羡慕嫉妒恨，他上周又去瑞士度假了，真是羡慕嫉妒恨啊。抓狂，飞机晚点8个小时了，真是让人抓狂。宅，我不想出门，我就喜欢宅在家，宅着多舒服。来电，小王人挺好的，但是我跟他不来电，我们以后就做朋友了。